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979页，979页。我们从经文读起，经文读起。汝等光之德本，悟凡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这是世尊教我们断恶修善，要光之德本。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我们看念老注解，光之德本者，据慧疏呢，德本有二义，一者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所以叫德本；二者呢，弥陀选择本愿，本愿就是48愿。选择就是弥陀在因地，那个时候的名号叫法藏比丘。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叫他去参访现在所说的观光考察调研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优点，你可以选择一切不善呢，不取它一切善美的，你把它取出来，这就是48愿的由来。48愿不是凭空发的，不是法藏比丘去想出来的，也不是世间自在王佛教他的，不是，都不是，是他无界参学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总结的成果就是48愿就是选择本愿，设成果德之六字洪名，这一句就更不得了了。48愿是总结无界的世界，参访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优点，通通采纳，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给十方刹土六道众生作为一个修学成佛的道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基地
啊，建立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同时呢，还有好的修学方法，啊，有好的环境，修学环境，没有好方法了，那也是缺陷。啊，所以呢，他有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将果德设成六字洪名，啊，这是求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的绝妙方法，容易简单啊，就在这一句佛号啊，六字洪名，具足万德，为众德之本呢，故曰德本。啊，这个德本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德本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常常意念极乐世界，常念这一句佛号，这就是广知德本。啊，这个德本比前面的意思还要精深博大。啊，不但包括了六波罗蜜，而且还包括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大乘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小乘的三千位仪，通通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啊，修无量无边的功德就在这一句佛号，为什么不念它呢？啊，没有念它，会疏忽它，这就是对这桩事情了解的不够透彻。啊，知道的不深刻，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时间都浪费掉了，都空过了。啊，真正知道这桩事情，彻底了解这桩事情的人，那个人是分秒必争。啊，一分一秒他都不空过。啊，什么叫不空过呢？念阿弥陀佛就不空过。不念阿弥陀佛你就空过了啊。这个理跟事都得要很清楚很明了。啊，我们努力在广知知识种植。啊，要懂德本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啊，人真信，真愿意往生，一天到晚二六时钟这一句佛号不间断，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这是大事因缘啊。《法华经》上讲，佛唯一大事因缘出现在世间。什么是大事？第一大事就是劝人。真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发愿求往生，一心专念名号，这个人就决定得生。啊，这是大事因缘啊。
植种植培养的意思。我们要念念种植，信心培养，像心里头没有杂念，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你就圆满成就了。真正做到的，那就像密宗所说的，这是大成就者。早年我在40岁的时代，亲近李老师，老师常常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世间有大修行者，我们往往瞧不起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些大修行者是什么人呢？一般人说的阿公阿婆，这些老太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甚至很多根本不认识字，也没有听过经。可是他们有善根，他只知道有极乐世界，真想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真念佛。一天到晚口里头不停，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串念珠，从早念到晚。无论见什么人，你看他非常慈悲，非常喜悦，笑脸迎人，口里头就一句佛号。你无论给他讲什么话，他就一句话回答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也不知道他回答你什么意思，他没有，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非常快。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叫真念佛人，这种人是真正的弥陀弟子。他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小看他，他往生的是十宝庄严土，决定是上辈往生。这就是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这种人呢，暗合道妙，他虽然什么都不懂，他全合了。世尊49年上所说的一切经，不就是说的大士因缘吗？他大士因做到了，他落实了。这是念佛人的好榜样啊！但是这种念佛人都没有人瞧得起他。很多人见到这个还讨厌他，招呼都不打，但是他对你一定很恭敬，一定对你笑眯眯的，念阿弥陀佛。李老师那个时候常常提醒我，看到这种人要尊敬，要礼拜啊，那是了不起的大德了，那是真正在做榜样，广知德本，无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他全做到了，没有一句他不是没做到。那么这些人在世间表演一日一夜，就超过他在无量过数行善百岁。这什么原因？底下会说到。
啊，道尽就是戒律。往昔云：“为佛道故，至今主谓之道尽。故悟犯道尽，即六度中的戒度也。”啊，持戒不乱。啊，为佛道，为了我们这一生要想成佛，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这里头有许多障碍，必须要认识。啊，所以佛给我们制定很多戒条，这些戒条都是菩提大道的障碍。你认识它，你别去惹它，你就顺利通过了。啊，这些戒条里面的根本戒，就是无戒十善。啊，无戒十善是一切戒律的大根大本。啊，十善里面讲身口意，无戒里头也是讲身口意。啊，前面第36品我们学过的，啊，诸事卧苦第35，重重慧眠第36，这两品讲得很详细。啊，经文上是说的五戒，祖师大德给我们的注解分析得很清楚。五戒里面的饮酒戒里面的内容，包括了意业的贪嗔痴，所以这部经上的讲的五戒是圆满的十善。啊，因为酒醉犯贪嗔痴，啊，所以我们选择32到37品这一段经文作为我们的晚课必须读诵的经典，就有道理啊。每一天提醒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广知德本，啊，广知德本，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广知德本。啊，这一点认识的人不多啊。认识真干的人很少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张家大师说，只要没有落实，你对于经文这一句话就没有透彻理解。如果透彻理解，哪有不干的道理？要知道人的寿命很短啊，纵然活到100岁也是一弹指之间的。所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非常非常可贵，应该把时间拿来干什么？念佛。不要有任何的念头，任何的念头都是妄想，都是杂念。啊，念度众生也错了，
也是个杂念。为什么？度众生是个缘分，有缘一定要做，没有缘不要去攀缘。为什么不去攀缘？我们自己没成就啊。什么时候可以攀缘呢？我们到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啊，可以制造机会，创造机会啊。现在自己还没有成就，自己没有成就，把度自己摆在第一位，这是正确的。自己已经有成就了，是把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包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菩萨，都是把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同居下下品啊，也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不是普通人呐。在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没有真正得到。但是得到啊，老师的加持，老师的威德，老师的光环啊。今天讲老师的磁场，你就跟明心见性的菩萨，智慧、神通、道理平等，所以你可以广度众生，没有妨碍呀！这就是一切法门。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念佛法门？一切诸佛刹土，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空的，佛号是真的，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要求真的，要把假的放下，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心量要扩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量大佛大。事出世间，谁的佛包最大？佛最大。为什么？佛的心量大。我们要发佛的心量，要什么都能包容，福就大了，福大了，智慧就大。中国古谚语有所谓，福至心灵，福报现前了，人豁然聪明了，有智慧了，这就是福跟慧有连带的关系。智慧大了，佛报也大，佛报大了，智慧也现前。那么修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的人，佛报最大，智慧最大，他肯念呢。一天24个小时，我念几个小时？
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表演。啊，这是他告诉我的。往生前六个月，每一天念阿弥陀佛140000声，他是追定念佛，念4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接着念，一天140000声佛号。啊，念了半年了，他往生了。这叫什么？分秒必争。啊，绝不含糊。啊，往生的时候，瑞相境界都稀有。忍辱是忍度，非常重要。啊，修净土求往生，什么都能忍。世间人为什么不能忍？他没放下。真正肯放下，忍辱就圆满了。不肯放下就是不能忍了。啊，为什么不能忍？没看破。以为这个世间法是真的。放不下了。如果知道万法皆空，《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化了，这不是假话。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啊。那所以放不下的时候是没看破，真看破了，没有不会放下的。放得越多，你越自在啊。通通放下了，就是过佛菩萨的生活，那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不犯道尽。啊，世间法里面，梵王菩萨戒经教导我们，两条重戒，啊，过去李老师常说的，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做国贼。不帮国主，这个重要啊！如果要犯了啊，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决定要遵守。另外两句是优婆塞戒经，在家居士是菩萨戒经。啊，不漏过税，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的法律。啊，决定不能够违反。啊，这是佛弟子必须要遵守的基本的大戒。啊，个人修身积德
那就是不犯是我，勤修十善啊，五戒十善，六合六度啊，经宗是普贤法门。我们这第二品就这个品题得尊普贤啊，所以知道净土是普贤法门啊，净宗的修行人都是普贤菩萨，那都要落实普贤誓愿啊。所以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在行门就定了五课，五个科目，很简单，都能记得住啊，记不住没有用啊。能记住时时刻刻提醒关照啊，不可以违反了啊。这五个科目第一个就是净业三福啊，这三福里面就包括儒释道的三个根啊。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底下一句修十善业，所以净业三福第一条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第二条呢，三规五戒十善啊，包括所有的境界啊，戒律六一戒是有明文规定的，没有明文规定的是善法界，这个事情是好事不是坏事，佛虽然没有说也要遵守，是善法啊。比如香烟戒条里都没有戒，抽烟样子不好看，对身体健康有妨碍，佛虽然没有说，我们也要把它戒啊。这一类叫是善法，是自利的，对自己有好处的。第二种呢，对众生有好处的，佛也没定，只利益众生的也要做，不能说佛戒律上没有说，我就不做，不可以。啊，饶益有情戒，那我们这是想不到的缘分啊，这个缘来了，找上门来了，能不干吗？戒律里头没有这一条啊。是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戒律上没有这一条的啊。可是这个机会找来了啊，我们想想，这是大事，这个能帮助全世界的众生啊，如何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大事啊，这不能不去啊！啊，所以我们要参加。没有这个缘，我们不去找这个缘，不盼缘。啊，有这个缘来，他来找我，我们觉得这是好事，符合大乘慈悲的精神，
这个要做。啊，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我们必须要遵守啊。啊，要学忍辱，要忍让，要谦让，要礼让。啊，首先要学到佛门弟子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释迦牟尼佛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那佛真的一生没有人跟人相争过，没有。那佛一生一世没有求过什么东西，生活很简单，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连这棵树只住一晚上，明天找别的树，不在这个树下。为什么？如果这个树大很阴凉，怕你起贪心。哎，这个地方不错，我每天都到这儿来。你看，你动了贪心了。佛给我们是榜样，每个地方一晚上，第二天移到别的树下。啊，于一切境界呢，随缘，没有贪念呐。佛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会看呐。啊，要学佛的不执着啊。啊，这人，唯有人才能得定，啊，才能智心一处，啊，所以人后面呢是精进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是精进。这经上说给我，专一就是精进，斋戒清净。啊，斋戒者，往昔大师告诉我们，啊，斋戒者，八斋戒，故名一日等。啊，这个后面有说到，八关斋戒。啊，胜在无量寿果为善。别睡，这一句如报极经中文殊师利受记会员，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若有众生于彼佛土一百千岁修诸梵恨，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弹指琴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所获功德了尚多于彼，何况能于一日一夜
住清净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八斋戒主要呢是讲清净心，就是讲住清净心啊，住清净心，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之处，当然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清净心现前。清净心是自己的真心，六道凡夫从早到晚，古人讲从初一到腊月三十，那讲一年，没有一天呢住清净心的，要有一天住清净心，这一天太可贵了啊！为什么得不到？因为这个世界是染污的世界，无住无事啊。那么现在这个坐卧到了基础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种坐卧，前一些时候有个同学送一本书给我看，叫音律无情，我没看，没时间看，前天又送来一个，内容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版本不一样，题目也是音律无情。这书怎么来的呢？这个居士蒙佛菩萨接引，到地狱去参观，把地狱的现象一条一条写出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我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这个书不能流通。为什么？不是佛经。啊，那么现在，这乱世啊，乱到基础啊，这一类的信息非常之多啊。有没有好处呢？劝善的确有好处，啊，叫我们认识哪些是善，哪些是恶，是好处，
是一本善书，它不是佛法。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啊，当作世间善书呢，可以流通。要看它做佛法是决定不能流通。啊，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对于现在的人，他们要看到的时候，确实会受利益。啊，可是，我相信信的人不多。信的人多就好了。真正相信因果的人，他会相信佛法。不相信佛法的人，他也不会相信因果报应。啊，所以斋戒，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斋戒什么意思呢？佛学大辞典里头有术语，啊，清心之不净，这叫斋；净身之过非也，为之戒。这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啊，我们的心不清净，心有染污，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五欲六尘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心就清净了。所以斋是斋心啊。啊，叫斋戒。要懂这个意思。现在一般人认为斋是什么？斋是吃素食。啊，素食当然是能帮助身心清净。不是他的本意。啊，一定要去了解他根本的意思。啊，戒是戒律。啊，通常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斋戒的这一天呢，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八关斋戒和宁语一说，啊，这叫戒。大乘一章第十二卷里头有解释：防禁故名为戒，戒亲故名为斋。啊，把斋戒两个意思说出来了。周易这中国书，韩康白的注解：习心越斋，防患越戒，意思都相同。啊，所以佛门里头有八关斋戒，有修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是一日一夜。
时间不长，24个小时。啊，八关斋戒，我们这一段是从三藏法疏里头揭露出来的。啊，处处毗婆沙论跟杂阿含经。啊，意思是说，观者净也，为禁闭。啊，禁闭什么呢？禁闭杀盗淫等八种罪，实之不犯故。啊，这重点一定要知道啊！啊，在这个时间里头。24小时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都放下，把你的清净心找出来。啊，论语，这是毗婆沙论里头说的，夫斋者过中不食也。注意，过中不是过午。啊，因为午时是11点到1点，这是午时。啊，过中是太阳在日中，太阳过了日中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那么太阳的日中每一天不一样，所以持这个戒的人必须要有一本天文日历。啊，天文日历里有记载，每一天日中是几分几秒，他注得很清楚。啊，你要依天文日历。啊，古时候没有这个日历啊，用日晷，它有个仪器，让太阳这个影子，啊，不能过中。他用这个方法，现在有天文日历，非常方便。啊，所以过中不食。啊，以八条戒律。组成斋法，共相支持，故又名八支斋法。啊，每个月呢有6天。啊，这是农历初八、14、15、23、29、30，是为6斋日。啊，就是一个月有6天，于此6日能修此八斋戒者，诸天相庆呢。啊，天人看到欢喜，天人他的基本的德行是慈悲喜舍。叫四无量性啊！啊，欲界天，4王天以上，啊，这都是算大的算，小的就太多了，就不细说了。4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欲界6种天。啊，他们这个果报从哪来的？修上品是谁？再加上4无量心，
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天人做到了，啊，凡夫现在想学天人，一个月修六天。啊，修六天呢，这个天人的斋戒法，所以诸天就是这些天人看到之后欢喜，即为诸福禄啊，这是什么？增福增禄。赠受算也，还要赠受。你看，赠福、赠禄、赠受，这个禄是财富，啊，福禄寿啊，都向上提升了。啊，现在人完全不理会这些，他又不相信啊，他都说这是神话，啊，都是谣言生死。那下面呢，讲八戒，第一个不杀生，不杀生者为不断一切众生之命也，自不杀，亦不教人杀生。啊，所以这个七天呢，要断肉食。啊，也就是素食。啊，自己不能杀生。也不能教别人杀生，啊，教别人杀生，罪过是教的人承担，杀生的人罪比较轻，下达命令的人最重。你要吃肉，你吩咐厨房里头杀鸡。啊，杀鱼，你吩咐他，他要照做。下达命令的人中，是主谋；执行的是副从。他的罪轻，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发动一个战争，发动战争的人。下达命令的人，虽然他不在战场，他们也去杀一个人，可这个杀业他要负全部责任。啊，士兵在杀战场上杀人，那是执行命令。这个道理要懂啊。第二呢，不偷盗。不偷盗者为不窃取他人财物也。自不偷盗也不能叫别人偷盗。这是五戒里第二条。第三条，不邪淫。不邪淫者位于非己妻妾，不行淫于事也。啊，按菩萨善戒经，于此条曰不淫。又佛说八关斋经，曰不习不净行，
这个不净行就是淫欲。啊，所以实实在在讲呢，这个六天八关斋戒这一天呢，这一天是决定了断淫的。夫妻也不行。啊，夫妻也要断淫。为什么？你是求身心清净。啊，淫欲是不清净的。啊，中阿含卷55持斋经里面说，理非凡行，这个非凡行也是不淫的意思。啊，盖以八关斋戒意在食再加二种，于一日一夜受持出家之戒也。啊，他是求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戒律就很严。第四，不妄语。不妄语者，为自不妄也。一，不可以虚妄之言而狂于他也。啊，换一句话是，也不要叫别人他妄语。啊，修净土的看到这一句，啊，大经里面教给我们，这一句里头包含着有不良舌、不绮语、不恶口，啊，口业才清净呢。第五啊，不饮酒。不饮酒者，为酒是乱心之本。酒醉了乱心，你把握不住啊。啊，其过之门，其是生起，过是罪过。啊，酒能引起你生死生非，故不可含饮也。还有是小喝醉，这是平常斋戒的这一天决定不能饮酒，这是五戒。五戒后面还有三条，为什么？帮助你修清净心的。第六啊，不做高广大乘啊，这都沙弥戒里头的，就出家戒。啊，高广大床者，阿含经云：床高一尺六寸，非高也；宽四尺，非广也；长八尺，非大也。啊，这高广大乘床的标准，但过此量者呢，名为高广大床，不宜作也。啊，防止淫欲，道理在此地。啊，第七，不着花满璎珞。啊，花满璎珞是今天讲首饰。啊，戴的珠宝首饰。这些东西都能够让你的心不清净。啊，为什么呢？放不下了。这呢会引起你的贪心。啊，增长贪嗔痴慢，要把助长啊贪嗔痴慢的缘也断掉，所以不以花为慢，
啊，印度人的风俗。我们到印度寺庙里面去访问参观，啊，他一定有个花环送给你，表示对你的尊敬。啊，珠玑，珠是珠宝。啊，玑也是珠宝。啊，用这个为璎珞，宝石、美玉这一类的，作为首饰，啊，身上的装饰，啊，这些呢，都会引发贪嗔痴慢。第八呢，不喜过午喜乐，啊，就这些一切娱乐，这一天要远离。啊，自己不能够去表演，不能够去观听，啊，即不得遮妄他处观听，也不教人过午喜乐也。这个三条属于这一戒，防止你起心动念把前面的五戒毁掉了。摄善戒经曰：“八斋戒者，是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为在家人之出家法。”啊，就是在家居士可以受出家戒，就是一天八关斋戒是出家。啊，这个里面，第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做高光大状，七不做娼妓要孤王观听，啊，自己不上台表演，也不去观听，啊，不着相熏衣，啊，古印度有这个风俗。那么现在呢？现在用香水。啊，从前衣服用香来熏，啊，衣服就有香气。现在是喷上香水，啊，比从前熏的时间短，效果更好。啊，八折呢？不过重视。啊，那么这个八关斋戒一般重视啊，是不过重视。其实每一条都重要。啊，都必须真正遵守。这修一天呢，清净身，清净心，啊，如果我们表面上都做到了，心里面还有妄想，那你的功夫完全破坏了。啊，你那个八关斋戒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天人看到不喜欢，不会赞叹你。啊，你在做欺骗，自欺欺人，那就大错特错了。骗世间人容易，骗不了佛菩萨，骗不了鬼神。啊，那经上说，八关斋戒的一天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为善百岁。这什么意思？这是从难义上面来讲，在这个世界修行难啊，这一天太可贵了，真不容易。啊，你能在这一天当中把你放不下的统统都能放下，这个太难了。啊，极乐世界呢，那个世界是清净世界，到那个世界去，你就永远得到清净平等觉啊，所以太容易了，容易就不可贵了啊，难得而你能得到啊，这就可贵。所以这是比喻，是形容。啊，随这个文殊菩萨受记经说，啊，若有众生于彼佛土一百千岁修诸梵行，这个彼佛土是极乐世界，你在极乐世界修一切梵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弹指顷，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所获功德了尚多于彼，何况能与一日一夜诸清净心啊？这最后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就是诸清净心。这个世间的人想一天一夜住清净心呢，不是容易事情，太难太难了啊！能够起一弹指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清净心都不容易啊，那么由此可知，娑婆世界众生业障多重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念念都是生烦恼啊！啊，烦恼覆盖我们的自信，让我们永远愚痴。因为愚痴才造业，因为造业才有三途苦报。啊，现前社会我们所受的苦报啊，跟三途没有什么多大差别。
在佛法里说，这是花苞啊。从花苞，我们就能够想到果报。啊，果报就太苦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口气在，啊，这一口气还没断。善导大师告诉我们，都有救啊！四十八愿虽然说，临命终时，圣念往生，唯除无念十恶，即谤大乘者。啊！可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佛只说这个话，不是不摄受，而是警告我们：无念是恶，毁谤大乘是极重的罪业。啊，全是无间地狱。是劝我们不要造，不是不摄受，这善导大师的话。啊，怎样才摄受呢？临终之前，真正认错，承认我错了。忏悔，我后不再造。念佛求生净土，佛还是接引你。阿弥陀佛，真慈悲到极处啊！这个意思，善导大师为我们说出来。让我们造作这些重罪的人，读了这些经论啊经文，祖师大德这些言论，我们肯定深信不疑，我们还是有救啊。啊，知道有救啊，就不要等到临命终时了。我现在就认错，我现在就忏悔。啊，我现在就发心求生净土，一向专念，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这个世界修行真难啊！啊，真难！一天一夜，住清净心，胜在极乐世界为善百年了。这个比喻是真的，不是假的。一日一夜24小时，不起一个妄念，不起一个恶念，不容易啊！所以经文看到是容易，做起来是真不容易啊！普通人，一个人在1分钟当中
没有一个恶念都很难。啊，十分钟当中没有一个恶念，那就相当功夫了。啊，正因为如是，所以李老师告诉我们，啊，乡下那些阿公阿婆念佛的人，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就是一身佛号，什么都没有，你说这个多难？我们没有去试验，不知道。你去学学看，你去干一天，能不能跟他相比？然后才晓得真做不到啊，真不如他了。他真成就了啊，不能不肯定人家念佛功夫啊。他往生同居，不是同居土啊，十宝庄严土啊，上辈三品，我们就不感觉得奇怪了啊，不通过自己亲身证验，不知道这个事情之难。下面接着解释，真是所以，为什么叫所以之后，彼佛国土皆极德众善，无毫发之物。啊，又四义经上说，四义梵天所问经，若人于禁过，持戒满一劫，这个净果就是极乐世界。啊，此土须臾间行此为最深。此土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很短的时间，能行慈悲。超过人在极乐世界持戒满一戒，这不能比啊！说明这个世界行持是多难的事情。又云：“我见喜乐国，即见安乐土，此中无苦恼，亦无苦恼名。”极乐国，极乐国是极乐世界，安乐土是西方净土，这个里头没有苦恼，连苦恼的名字都没有。世尊在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说与彼做功德了，未足以为奇啊，在极乐世界做功德一点都不稀奇
于此烦恼处，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无住无实啊。今天这个世界，住卧到极处了。啊，能忍不可思。忍人之不能忍。啊，这个世界跟30年前比相差很远啊。35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社会风气，世道人心，真的还有人情味。还像个人。以中国人的标准，仁义礼智信，啊，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还能看到，现在没有。高楼是增加了，啊，交通是便捷了，人口是多了，可是伦理道德没有了，不但没有看到啊，听都没听。这世风日下了，这速度太快了。啊，古人形容说一落千丈。过去以为这是形容词。啊，今天呢一看完全是事实真相，一丝毫不夸张。所以今天能忍，一教他此法，也能教别人忍，其福为最深呐，得大福报啊！又善生经曰：“弥勒出世，百年受斋。”不如我是一日一夜。这什么缘故？啊，弥勒出现在世间的时候，这个世间比现在好的太多。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来？啊，他现在在欲界第4天，斗衰内蕴。
斗率内心愿的寿命很长。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一天。啊，人间400年。啊，寿命是4000岁。啊，一天一年也是365天。可是每一天是人间400年，你算一算，弥勒菩萨在那个地方寿命到了，再下降到人间。经上常说，56亿7000万年，那我们这个时期就能想到啊。这个世界现在是在减劫，每100年减1岁，减到人寿10岁。现在的人寿平均是70岁，啊，100年减1岁，1000年减10岁。啊，就算还是60年吧。世尊的法运有9000年。啊，1000年减10岁，还是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啊，那么56亿7000万年之后到增劫了，每10岁也，然后每一年每100年加1岁，又加到84000岁。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时间是增劫。那个时候社会比现在就好太多了，所以弥勒出世啊，100年受斋啊，容易啊。啊，这个受斋就是受8关斋戒，不如我世一日一夜。为什么？我是众生，居无子故。这个词是什么？扎子。扎子就是染物啊。啊，佛学大辞典里面查这个有。无子意思跟无著相同，这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啊。佛的这个时代，特别是佛的末法了，无著混著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时期修善太难太难了。为什么呢？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善的念头。啊，阿赖耶识里头全是恶念，恶习种子，根本就没有善念头。你在这里能修善，能修一天一夜，这还得了吗？不得了。
啊，那么这个地方顺便看一看三藏法所里头五住处于法院住里。啊，第一个众生处，为众生多住必卧，不孝敬父母尊长，不为恶因果报，不做功德，不修斋法，是名众生。这种普遍的啊，头一条是根本，事处世间一切善根，这个善根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孝亲尊师。今夜三福头两句话，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是事处世间法善根之善根，德本的德本，一切善法都从这里生。所以人道不孝父母就完了。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历史证明了，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向十方弘扬啊，有些地方一二百年就没有了，佛法就断绝了，有些地方三四百年，有些地方五六百年啊，像我们知道的，在阿富汗这边的大概七百年就没有了，在印尼的也是七百年。啊，现在没有了。佛教的遗迹还存在。唯独传在中国。差不多存在两千年，什么原因呢？中国这一块土壤好，非常适合它长成、茁壮、开花结果啊！因为中国人讲孝道。他是师道啊，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没有讲孝道的，所以佛法不能存在。只有认真讲求孝道的这个地方，佛法可以生存，可以常住。今天现在的人接受西方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丢掉了，传统教育的根就是孝道。啊，不学《弟子规》了，不要孝顺父母了。中国文化的根毁掉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会跟着消失啊，历史上地球上出现
四个古文明，三个都消灭了，唯独中国还存在。啊，中国在我们这一代，如果救不起来，肯定会消灭。这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遇到头一桩大事。我们能够把佛法救住了，传统文化救住了，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会让这个世界往后出现千年盛世，肯定的。如果我们救不出来，那这个世界就像西方人的预言，有世界末日，整个世界毁灭。啊，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关系太大了，关系这个地球存亡啊，就在这一代人，这一代人要真正有觉悟的，觉悟的不多，觉悟的人必须同心协力，互助合作来拯救地球啊！啊，拯救地球需要什么？英国汤恩比博士说，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这两样东西，可以救地球。孔孟学说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大乘佛法真诚慈悲啊，落实在敬业三福。无戒十善，六合六度，啊，这些东西就够了，就能帮助众生觉悟，帮助大家回头。啊，要真正有大福德、大智慧的人，才能救得起来。我们的福德智慧不够。啊，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样子，我们很清楚。如何化解，如何重建，我们也知道这个方法。啊，就是福报不够啊。啊，今天人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圣贤，不相信父母，甚至对自己也不相信，啊，更不相信因果。他没有看见，
他决定不会相信。啊，一定要他真正看见，这个看见就是要做出榜样给他看。啊，一定要找一个小区、小镇、小城市，真正做出来，看到了，大家就会醒过来。啊，我们应该这样做法。啊，现在真正觉悟的人不多，很少。这很少的人一定要集中，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来做榜样，啊，教学，中国古人教学的方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这些年常说，没有办法做一个实验点的。没想到，我昨天看到一份资料，还没看完。中国大陆有人做出来了，我看得很欢喜。啊，这是一名教授，他用中国古老的方法，在一个贫穷的乡下，小学开了一个班，叫小学，让这些小学生学一门功课。一年学一样，啊，6年学成功之后，无论在智慧、在学识、在这个体格，都比一般学校的学生超过太多了，所以这个实验成功。啊，他的实验呢是到是个小学，啊，中学呢这些学生进普通中学了，这不彻底啊。彻底的是让这些学生的时候，继续我们继续再办中学，中学办好了说他们上我们继续再办大学，一条龙上去。这些人讲的是顶尖的人物，啊，可惜只到小学，中学就又回去了。啊，这个教育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啊。啊，教出来的小学的时候，教出来中学生，比所有中学优秀，啊，小学比所有小学生优秀，大学比所有大学生优秀，就会让这个世界许多政治家、教育家重新思考。我们要改变教学的方法。要重新审定教学的内容，这些人是人才啊！
从哪里叫起？肯定要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从这叫起。啊，什么年龄叫起？小学一年级叫起，甚至于办幼稚园。啊，必须从小叫起。中国古时候教育的根扎得深，现在做不到。啊，父母教出来的呀，从怀孕就开始胎教啊，这才能培养真正的圣贤。啊，不是从胎教开始的话，达不到圣贤的标准。啊，能够做到君子，那就很不错了。啊，圣贤做不到。啊，这真正认识教育，真正懂得教育，否则的话没法子。啊，所以今天世界的众生住悟到基础啊。啊，第二个见住为正法一灭了。向法见起。邪法转身。邪见正身。不修善道。使名建筑啊，实在今天不是相法了，正法已灭了，相法也灭了，现在是末法渐起，也不是渐起了。末法至少也有500年了，啊，照外国人的说法，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啊，末法10000年，现在也过了1000年啊，末法第二个1000年了。啊，邪法转身，邪见正身，不修善道啊，这叫见着啊，思想见解偏了。邪了啊！正知正见的人没有了，这个问题严重了啊！在五浊里头，我们真正要救的就是一条啊，这一条要落实在教育。啊，我们提出10个教学为先啊！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教学为先。如果把教学收获了，那就没救了。啊，重视教学，把教学兴旺起来了，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